的这红花五绿的，灯笼也挂上了，彩旗也挂上了，五星红旗插在大门上，对联都粘上了。看这玻璃，现在不粘窗花了，就粘这个玻璃上粘这个这种窗花，不用糊了。啊，这是没事干玩玩牌啊！啊，大妈到床上新衣服了。妈，咱家家就他在。这棉袄这么新鲜，红个愣愣的。聊不了啊！这到的这粘上对联了都。啊，贴的对联。今儿贴的对联。啊，就今儿贴的。啊，这不赖赖是多少挂的？也是今儿。这就贴成，给摊上贴了，给没那贴。哦。没那贴摊上了。啊，蹭人手在给你贴上啊！嗯，没弄吗？哦，你们的这几个大妈都到安顿好了。啊，哎，没有那多了。啊，这会儿就是对联也省事儿哈啊。哦，给你粘一粘啊！我还以为大妈穿上新衣服了，你看这多红了。家家就他在。是不是？嗯。过大年买上新衣服没？没说了。谁给买的？啊，孩子给买的。哎呀，真好呀！这炕上热乎乎的啊。啊，这扑克牌还能憋罐儿。嗯。我还不知道啥叫憋罐儿。五十开。一二三四五。一二三四五。嗯。啊。给你倒个五。不懂。这谁和谁是一家的？哎，都不是一家。啊，憋罐儿跟那个升级不一样啊。嗯。哎呀，大妈拍出来更红，水红水红的。这大妈还是这个，还用那个大锅头啊。嗯。哦，这个现在，哎呀，这个风箱还在嘞，还以为没在了。多少穿新衣服呀，大妈？十块钱的。十三。今年没三十，好像二十九。倒个管儿。啊、哦，这还管儿，这每天玩会儿啊。嗯，没得做，就是没得玩玩挺好。在家里头热乎乎的。二五八。就是，嗯，对的，二五八啊，就是我，这叫都啥嘞？就是二五八的吧。你们不知道旺火，就是院儿头大年三十接神儿的时候点那个柴火。光我们这会儿，今年不交钱了是吧？就是往年点了是吧？嗯。拿炭垒了是，拿木头。你们点是一般是半夜点了是多少点？五斤嘞。我们那是半夜十二点、十一点、五十几的时候点着了啊，怕污染。不交电了。对，不放炮。嗯。嗯。这四个人玩一下午，嗯，每天玩会儿，嗯，挺有意思。上午玩不？上午不玩？都起来都不走了，做的饭了。哦，这吃两顿饭，三顿。三顿。三顿，这还是三顿饭啊。再打一个。嗯。这就可以了。嗯。哦。哎。我也可以哦。你看呗。